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以心灵甲诚实敬拜主，无看外貌。撒摩尼记上16:7-下，因为耶和华无亲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有一位做老爸，马路买一只新车，每一日拢洗车、打蜡。有一日，伊5岁的囝看到老爸工作真野闲，就兴奋地为伊的老爸来洗车。伊用厨房迄个洗铁的面仔，用蜡地洗一只车。等伊洗完以后，哇！伊大声哭起来，车干的安尼灰呢？伊赶紧走去找伊的老爸，一边哭一边讲：“爸爸，对唔住，你来看。”伊的老爸行到车的边时，阿大着惊者，伊气甲行入房间，跪咧涂骹祈祷：“上帝啊，迄是新买的啊，请你甲我讲，我应该怎样罚我的囝呢？”祈祷完以后，伊的心内出现一个声音：世人拢是看外表，而我却是看人的内心。忽然间，伊被点醒了。伊走出房间，伊的囝正惊到哪里哭，连叮当也唔敢叮当。老爸赶紧抱起伊的囝伫怀内，对伊讲：感谢你帮爸爸洗车。爸爸爱你，也计爱这只车。弟兄姊妹，人总是注重外表的荣耀甲富贵，但上帝注重内心的爱甲忠诚。思考人是毋是看重甲追求外表的物质呢？咱是毋是虔诚的内心献乎上帝？咱三甲来祈祷。至高无比的天父上帝，你拥有一切的尊贵荣耀，却安尼爱阮世人。阮感谢你，因为有你的疼，阮的生命才有盼望。你无要求阮献上黄金财富，你只要阮有虔诚的爱心来亲近你、敬拜你，因为你看重内心，介意外表。阮愿意以心灵甲诚实敬拜你，一生跟随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